帮我来一个。 疫情期间，不管是顾客也好，还是作为我们商家也好，大家对这个安全啊、消毒都非常重视。有一次我去送这个别墅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本身都是两个袋子，就是双重保护的。好，然后他来接餐的时候，他就我们就在固定一个地方，我放了一个固定地方，他来取餐的时候，然后自己带消毒水出来，整个餐体外面又给他消了一次毒。 在这种非常时期嘛，大家对这种安全是非常重视的。那个人搞不进来，看那个人，有些都不拿冰箱噻。